我们 Molly 100%的二代终于来喽！和一代不同的是，这次玩法特别有意思，只要是一整套，必含八个基础款加一个隐藏款，分别是大隐、小隐和三个 mini 隐，就不管怎么样也会在这三个里面抽中一个。所以今天不管怎么样都不会是没有隐藏的一天了，许愿这个大隐藏。第一只就拆到了，在本次基础款图鉴里面，我唯一有大娃的这只巴斯奎特。不得不说，小小一只在细节上还原的已经非常不错了，尤其是这个面罩，还包括它身上的这个色块的分布，一大一小摆在一起真的好看。第二只拆到了才刚刚新出的可口可乐联名款，这只就是肥宅快乐水脑袋的家中常备吧。这代依然是头罩、手还有脚都可动的，氧气罐也注入了灵魂，颜色就像是灌满了可乐。第三只拆到了香蕉2017，作为全球限量300体的大娃，终于缩小版是我等凡人可以拥有的了。金色的氧气罐看起来真的很有质感。第四只拆到了心动，好喜欢这一只啊，朋友们，它身上是这种白色和粉色的珠光，眼睛里面是小爱心，面罩上还有这样的一个吻痕，看看打开看也很漂亮。手肘的位置居然是这种透明的，身后的氧气罐里面还有小绒球。第五只拆到了 mini 隐藏生日熊，黄色的这一只最近真的飞到家了，连保底隐藏都对我这么残忍吗？不过确实这只黄色的是我在三个小小小隐藏里面最喜欢的一只了。哦，这个转过身来还是让我有点惊喜的，这个小纸杯蛋糕好可爱啊，另外两只是什么样的呀？背后不会也是一个图案吧？给你们仨凑一块就整挺好。第六只美林的礼物，其实本来一开始对这只是无感的，直到我那天看到了我一个邻居姐姐家里面摆了一只1000%，这个面罩是有一点那种透黑色的感觉，从背后看这个磨砂黑也蛮帅的，氧气罐里面也是这样的黑白小绒球。第七只泰德星，这只是有点哎，这么摔下子啥事儿没有，不得不说质量还不错哈，不至于断胳膊断腿的。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想说的是这只还挺可爱的，而且它这个氧气管居然是这种透明渐变的，这个好好看啊，它这个小裤衩子也很还原派大星的小裤衩，后脑勺还有我们熟悉的海绵宝宝的这个 logo。 第八只薄荷巧克力，这一只在门店看到过很多次，实物真的很好看，朋友们，而且薄荷巧克力可以说是我的夏日最爱了，我们家家中常备巴斯罗宾的薄荷巧克力冰激凌，还有北京有一家叫 B 加 Shake， 他们家有一个那个薄荷巧克力的奶昔特别好喝。由于我无法在一盒里面抽中两个隐藏，所以我的最后一只抽到的是粉红豹。这个脚丫子的出场设置有点好笑的，它这个小管也是透明渐变的，还是粉色的，也太犯规了吧！这还有小爪印儿，居然掀起你一盖头来。哦，这只居然是黄色的眼睛，还蛮特别的。别稍息了，赶紧立正一下吧，倔强的小脚丫子。朋友们，今天真的是有隐藏的一天了，可我怎么就是不太高兴了起来呢？